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之慢速阅读。最近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电影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你最喜欢哪个电影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现在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中国电影。中国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火了。你喜欢看中国电影吗？最近中国有一个电影很火，这个电影的名字叫《我不是药神》，是徐峥主演的。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关于药的故事。瑞士的药合法，但是很贵。印度的药不合法，但是很便宜。两种药的作用是一样的。开始，徐峥演的程勇是为了赚钱，所以卖印度药。后来是为了帮助病人。虽然程勇卖印度药不合法，但是他帮助了很多人，他不是一个坏人。这个电影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，但是请一定要相信生活会有希望。中国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火了。你喜欢看中国电影吗？最近中国有一个电影很火，这个电影的名字叫《我不是药神》，是徐峥主演的。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关于药的故事。瑞士的药合法，但是很贵。印度的药不合法，但是很便宜。两种药的作用是一样的。开始，徐峥演的程勇是为了赚钱，所以卖印度药。后来是为了帮助病人。虽然程勇卖印度药不合法，但是他帮助了很多人，他不是一个坏人。这个电影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，但是请一定要相信，生活会有希望。电影，电影，火，火，主演，主演，药，药，故事，故事，瑞士，
瑞士，合法，合法，贵，贵，印度，印度，便宜，便宜。作用，作用，一样，一样，为了，为了，赚钱，赚钱，卖，卖。后来，后来，帮助，帮助，病人，病人，坏人，坏人，告诉。告诉，生活，生活，容易，容易，一定，一定，相信，相信。希望，希望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：一，我不是药神是谁主演的？二，程勇是坏人吗？如果你知道答案，就在评论中告诉我们吧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，并分享给你的好友。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